这不是大东老师吗？怎么说变机器人就变机器人了？就是。嗯，你们好，我是智能打饭机器人，你们得喂我吃雪糕，雪糕越奇葩，打的饭就越多。奇葩有了，打饭机器人，你先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来。嘿嘿，我这正好买了一个红豆雪糕，来给你吃。哇！红豆雪糕50分，打半勺。这么少啊？猫猫，你这红豆雪糕呀、有啥好吃的？大东老，不是大东机器人，来尝尝我这绿豆牛奶雪糕。绿豆雪糕80分，给你打一勺。啊？怎么才一勺啊？我还以为能打多少呢。你瞅啥？瞅你咋的呀？别瞧了，都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来看看我这雪糕。哎呦我的妈！造假，造假！我去！哇，这么厉害的机器人啊！你太厉害了吧！不是 ，Oh no！ 开启爆炸模式，快跑！滚！你别笑！我怎么成这样了？我以后再也不造假了，不造假了。欢迎关注董爷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